今天，谢谢你哦。现在不怪我了。我想过了，是我太偏激了。我知道你也是为了我好，想让我更进一步。但我们要是因为这件事而无法在一起的话，那以后要是遇到更多的困难的话，其实我早就应该告诉你，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门当户对的事，我在乎的就只有你。如果你知道我不是父母，还会依旧对我这样好吗？小二，给我两壶好酒。好嘞。碧落宫的女弟子不是向来自律吗？怎么也会放纵买醉啊？您的酒。刚好我今天也不痛快，咱们就当结个伴儿，喝小杯有什么意思？嗯，堂堂暗夜幽亭的少主，又是为了什么不愉快呢？你既然认识我，久闻其名，如雷贯耳。碧落宫的神女不也有烦心事？你居然也认识我？这乾元大陆上稍微能打的人我都知道，更何况你也算是年轻一辈中的翘楚了。幸会。既然你有你的不愉快，我有我的烦心事，那咱们今天就彼此不过问，全当借酒浇愁了。嗯，好。